而家咧，我哋睇到阿 Happy 个本能，同埋知道我哋嘅脚步啊，或者动静咧，同我哋一样。我哋停咧，佢停，佢要保持高度嘅戒备。会唔会我哋系去到一个危险嘅地带咧？我哋要去警惕下咧，有啲警号咧。所以当阿 Paulo 去停低嘅时候咧 ，Happy 就停低啦。而家佢跟随住佢 ，Happy 望住阿 Paulo， 系啊，你睇佢，因为佢要警醒，嗯，佢要跟住 Paulo， 佢行我就行，佢停我就停，跟尾狗。因为其实呢个好好嘅一个环境咧，可以咧训练阿 Happy 咧，佢会服从啦，同埋佢会系依赖到我哋，因为佢真系依赖我哋。去信我哋会唔会带去一个好安全嘅地方？亦可以令到Happy 咧，佢个服从性会高一啲，同埋相信我哋保守佢，真系去系平安咯，同埋安全咯。因为一个宠物好似正如 Happy 咧，我哋就系佢人生嘅全部咯。所以你有狗啊，你有猫啊，甚至有其他嘅动物嘅时候，你真系要爱佢，用心去爱佢。保守佢随时随刻都是安全，在保护之下。OK， 拜拜。